翻他。若从年少有何的能，敢劳众位父老。罗元帅，罗元帅，恭贺罗元帅得胜还朝。好。罗通杀敌立功，得胜还朝。朕今封为并肩王，赐班服銮驾，御阶夸冠三日，钦此。万岁！万万岁！Thank you.
萧千岁恢复。公公，娘，身为大唐元帅还这样淘气，过来。娘，进屋说吧。郭九爷，罗通得胜还朝，晋封并将王，封之玉阶夸官，明日路过咱府前，有贵妃娘娘秘书一封，撑下来。快！迷信，迷信！三江雄，夏正马，你都开阁如锦瑞，好梦化千飞，朕操不出根，焉能保玉玺翠花朵？你是何人，敢拦千岁的马头？国舅府的大管家，你也杀？来在国舅府前，我要你不做人情。你这老贼，在朝文不能治国，武不能安邦，仗凭你妹妹嫁作翠花公园，讨来块下马牌，作威作福。小千岁，这些小人理他做甚？咱们还是绕道而行。哼，我怕他何来？早些回府，免得老夫人挂念。哼，你给我下马！哎呀，狗才，休得无礼！看我砸烂了你狗头！罗通大人呐，罗通大人呐！罗通娃娃，你为何殴打我的管家？你罗少爷并肩王奉旨御街夸官，你那官家拦我码头是何道理？我就福建你又亲自下马派，文官下轿，武官立案，你个小主子竟敢不下马擅闯我就福建地，该当何罪？该当何罪？呸！曹贼！
头，红绫鞋换来你一分的巢穴，丝罗裙换来你一袋一条嫩罗衣，风筝为是刀枪说正啊，要打，想打那事儿，好，来吧，小小腿，咱妈小小腿拉过去，你过去，打打。不用担心，他们是自讨苦吃。打。骆驼呢？骆驼，打我！打我！松露，在，把下马派给我炸了！炸下马派？哎，我明白了。去，错！哎。来找我脸上打两下，就说是骆驼打的。好，郭俊，你可别嫌疼啊！打吧，中，破。咦，哎呦，郭俊，我还没打嘞，还没打嘞，没打嘞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笑什么？来，哎，哎呦。哎呀，我的娘啊！啊！
激动完事，苏国就求见。啊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万岁！万岁呀、啊！宋爱卿，为何折腾我呀？那罗通赤膊骄横，把微臣包大爷多难。徐章，那小罗通打你！哎呀！宋爱卿，不要难过，平身。谢万岁！哎呦，爱卿！哎呦，打得我遍体鳞伤啊！万岁，那罗通殴打皇亲，欺君犯上啊！万岁，臣乃当朝国舅，万岁之亲，他打在微臣身上，却羞在万岁你的脸上啊！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岂有此理！罗通大胆，去去去！哎，那罗通年幼心傲，与你争吵几句，想他未必胆敢如此放肆吧？那被炸毁的下马派，现在微臣府前有官家苏龙为证，岂能有假？是真是假，请万岁派人速去查看。黄门太监，万岁，速去国舅府查看。遵旨。过去！啊啊啊！走，快上！
呀，你这是事儿啊！你怎么不够啊你？够啊！使劲儿，你怎么使劲儿啥嘞？够啊你！骆驼毫不敢有辱骂娘娘，他讲些什么？微臣不敢启齿。兄长，你快讲啊！他说：“我是坐穿娘娘的红绣鞋，头戴娘娘的金凤冠，腰束娘娘的罗裙带，舌尖舔了一个燕凤冠呐、啊！我有何脸面见人呐、啊？”启通，那骆驼还说，大唐江山是他骆家留下证来的。万岁坐享其成，他心中不服，咋会下马派？乃是给万岁一个小小的告诫。好，我恼。来，我想喝个双喜临门。哟，抢你个老东西，抢你！
咱那罗通孩儿再胜换朝，咱主又是封官嘞，又是进爵嘞，云姐夸官都威风嘞，不但爸的那光彩，连我这当伯母嘞也觉着露脸，你真是生了个好儿子啊！那是大家之喜，走，大家之喜。罗通儿戳出招。皇帝诏曰：万岁万万岁！罗通殴八皇亲，砸碎下马派，土木不归，欺君犯上，朕诏下谕问罪。把贼反罗通放了。啊，罗通大人，我杀地理公何罪之有？你若违抗圣令，满门抄斩，假面就诛。不好了，出事了，亲娘。
且嘛，羊群行路靠头羊，我们姐妹要找个领头人方可上殿报本。二嫂言之有理，可是找谁领头啊？我领头。你领头？咋，我不行？这我那七弟是开国功臣，他是三次受封的一品诰命夫人，他又救过圣驾，你若领头报本，万岁不能不准。以我之见，咱们十八家国公夫人联名修本，写好本章，把姐妹抱着那罗门宫老部前殿说走，众家姐妹随后紧跟，上了殿去，万岁准了本章倒换罢了。他要是不准本章，怎么样？好比那七匹骡子八匹马，我给他提灯一场。对。众位爱卿有何奔奏？臣保罗通无罪。臣保罗通无罪。臣保罗通无罪。罗通杀敌有功，万岁开恩。臣保罗通无罪。罗通身犯欺君大罪，谁在保本格杀胡虏？我也保罗通无罪。哼！罗千岁，罗千岁，罗千岁，万岁传旨，今日就把你绑赴法场问斩。俺哥俩今杯水酒，与小千岁践行，略表寸心。
们回去拿兵器护守法场。上殿报本，万岁有旨，罗通犯罪，谁也不准上殿报本。你老还是少管闲事，回府静养身体去吧。残臣当道，陷害忠良，这乃是国家大事，我不能不管。就是国家大事，只有满朝文武参政，哪有你这丑面夫人大板脚上殿面君，岂不惹满朝文武耻笑？哟嗨，辅导人家怎么样？你不是辅导人家生来、哎、你不是辅导人家养来？哎呀，不像话了、哎、我给俺老王爷过了大半辈子了、哎、他还不想我脚大脸丑，我丑不丑碍、哎、你啥事？你个奸贼、哎、你说我脚大、哎、我这大脚单踢你个奸贼、哎、你个奸贼、哎、看你往哪跑，救命啊！万岁救命啊！哎呦，我乃开国元勋，救驾功臣，三次受封一品诰命，上了殿来连个座位也没有。我本是打铁的出身，生就了李木腿儿。丑面夫人，立即讲话。给我爬过去。
咱杀鬼玉。此座是。皇嫂赏典可是？万岁，不知罗通身犯何罪？那罗通鞠躬狂傲，殴打皇亲，砸毁下马牌，藐视朝廷，欺君犯上，故而处以极刑。万岁，苏三将砸碎下马牌，嫁祸于罗通，万岁不可听一面之词，望万岁三思。你乃何人？说万不容。
西米兰罗一国欢庆，唯有他苏三娘看着烟火，他心里就好像吃个苍蝇反龙烟，见君王忠心耿耿，让我的船海亮啊。你赦免骆驼啊，万岁！常言功高不要主，权大必犯上，切不可放乌龟山呐、啊！你个奸贼！你个奸贼！好，万岁救命啊！这厨房有没有个王法？你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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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呀，奶奶，哎呀，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你跑，奶奶，你快，奶奶，哎呀，奶奶，哎呀，奶奶，奶奶，奶奶，哎呀，奶奶，救你了！当主，你跑，我打死你！当主，当主，闪开，闪开，滚你了，跑不了你，你跑不了。你个奸贼，跑！你往哪儿跑？秦奶奶饶命！秦奶奶饶命！饶命！说实话，说。我说，我说。偷了设置，我偷了个货设置。哦，捉住苏三娘，他都招供了。
到啥时候了，你就会晕晕晕。那该怎么办呢？都听我的。你哥哥人都把钉子拉钩，是要是浪头腿，是是草包。我说哭人就哭，我说笑人就笑，我要说大一起大，我要说闹一起闹。花岗寨中女将英雄不孤冷，谁能吃不见你？快点
天子间挂出如何是好啊？咱主亲是宣化府，上批昏君，下批奸臣，这时候不用你留着他劈劈柴来。你是说劈劈劈劈劈劈就劈？天子间你伟大，俺腰间寸不怕。哎，举起宣化府。一个碎渣渣，哦，他愣上走。参见万岁！万岁，臣服在苏三娘身上搜出翠花宫娘娘秘书一封，请万岁观看。万岁，这封秘书请万岁过目之后，纵然把我千刀万剐，饶成我死而无怨。万岁，天子见招到。好你大胆陈咬金，大捷法场，劈毁天子宝剑，谋王法，翻盘朝廷。来，你把我杀了吧。
朝皇兄，众位皇嫂，秦王李世民在此。斩草不除根，焉能保玉溪？翠花翁，哎，皇兄，皇嫂，实名我错了。万岁！魏王传旨，是罗通无罪，官复原职，官带上殿。不怎样。见万岁，贤侄儿委屈你了，快快平身。谢万岁。童儿，万岁！押苏三娘上殿。遵旨。押苏三娘上殿。万岁饶命！万岁饶命啊！参臣。陈皇嫂。万岁。参臣教你发落。遵旨。哎，去！站住！奶奶饶命！奶奶饶命！饶命！奶奶饶命！饶命！我饶不了你！万岁饶命啊！参臣，滚！啊！Thank you.